內地女星范冰冰自從2018年捲入逃税風波被封殺之後，到而家都仲未全面復出，但係范冰冰嘅一舉一動仍然都受到媒體嘅關注。就好似近日有內地媒體就影到佢同朋友食飯，穿著打扮休閒嘅佢四肢雖然仍然纖瘦，但係個肚就好明顯凸起咗啦，似乎身材走樣，仲有人話佢韌味濃添。不過另一邊廂亦都有網友話范冰冰不嬲都有運動嘅習慣，可能只係白接群容易顯肥啫。